到现场之友，我是老郭。来，这是民工的底阶哈，刚好遇到有认识我频道的玩家哈，他还在探索哈，他是新的角色，应该不是说，应该是说小朋友的角色哈。那刚好我这一支也在累积这个信赖哈，就顺便带一下哈，我也没有办法带很高了。来跟大家讲一下哈，那个刚回来啊哈，如果你没事做，基本上爬楼是一定要做的。主要再说一下，就是你的梦幻城至少要爬到150楼，150楼，每10楼一只王。那你这个每10楼的一只王到150楼呢，就可以把你每个礼拜可以拿的宝箱哦拿到手了。那这个宝箱在初期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可以拿到秘石跟点数和那些矿石，那些点数可以让你在梦幻城的商城就是那个换东西的地方可以换到一些你需要的信赖的道具啊，然后装备的道具啊，还有一些材料的道具等等等等，是宝玉的材料啊什么的哦，真的还有迷宫宝箱啊！初期是很需要爬这些的，尤其是你的低阶武将还没有识破之前，他只要识破之后啊，四次破顶之后啊，就是突破之后啊，就抽到相同的突破之后，他就在领到的时候，他就变成灵力。那这个灵力很重要哦，除你换道具之外，也是你信赖的一个来源。所以变成说，是可以，好是可以让你在初期做一个功课的地方，而且爬楼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任务哦，也是在你在调整你的音节组合的时候，因为你初期除非你有氪金或者是有跟到机身，如果你没有跟到机身也没有氪金，那你的音节哦就要从这些低阶的角色，不要怀疑，当初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音节系统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氪金角色。然后根本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寄生团哦，那时候大家都在冲进度啊，就是硬扛上去这样子。所以你刚刚他说什么用财杖啊，用真理啊，我真理还很晚出呢，我还有用过一段时间不是真理的角色。你以为财杖很好抽啊？财杖也不见得好抽哎，我还有用过一段微光的时候哎，我啄木鸟战略啊都用了。所以就是说你那个组合啊，组合就是会有一个过程啊，会有一个过程。那当然你说要不要用低阶那些低价值的角色，其实低价值的角色在你打野外或部门的时候还是会用到，而且有很多都是比较特别的，所以你必须要去稍微研究一下各种角色优缺点。那我刚刚有跟这个玩家说目前的打法有分很多种，很多不同的方式。那最强的打法，目前我看到最强的就是武田胜赖、武田信赖双武田、双神子带强化，就是速阵的，然后再加上能月，那能月有音节的能月当然是更好，有能月好。然后再加上这个能月放这个90，好90，好加90，好能月双神双武田叠字力流，好然后开90，然后再加上一个什么角色，看一个比较，对。这就是目前看到最可怕的哈，秘教啊，再加上秘教，因为为什么？因为秘教会吃孔，它可以吃孔雀花，然后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它可以用大王身，好，这样子。然后这个东西呢，他们在打这个梦幻或者是民工或者是皇权，用这个组合的话是几乎通用啊，几乎通用。那如果你没有胜赖的话，也没有办法去玩很准确的，因为其实90是有点角色，有一点技术了
那当然就你要尝试其他的方式了。那梦幻城跟民宫哈，这两种都是属于爬楼。那爬楼的组合呢，当然会比较特别啦，就是主要就是说你要在短时间在前头的乌轮啊乌轮内要打出结果啦，就是说它是抢快，然后要叠攻击，叠智力的攻击或者是叠输出的啊，腕力输出的。这两种模式啊，这都是一个方法。比如说，如果说我今天是用红灯叠这个一打跟四康的红灯这样子，这也是一种方式啊。或者是说我今天就换掉，换两个吃智力的，比如说武田跟千信，不是千信的那个谁啊？好，就是你要找会吃，比如说圣代啦，可是我没有圣代啊，没有办法拍。那因为每个人的打法有所不同啊，就是说有的人会氪金，有的人会大氪金、小氪金，或者是拼开一些寄生团啊，拼一个都可以哈，就是每个人玩家玩法不同啊。那像我的话，就是偏向比较佛性啊，比较佛性一点的，就是不氪金为主啊，穷人玩法。这样的玩法，氪金为主。那如果你的条件也是跟我一样，就是说你就是抱怨而已，那就可以参考我的打法这样子。因为我抽得到，大概你也抽得到啊。好，那一步一步往上爬这样子。那如果说你说啊，人家用狮子可以开怎么样的团体，打得很强，几百楼，我跟你讲几百楼、几千楼，有几个高手啊，还没有这些什么叠叠流之前啊，人家都已经刷到上千了。已经有人上去了，而且都是硬扛上去的、有你去查影片，早期的影片、大概一年前的影片，已经就有人上千了啦、然后那一次 bug、就是圣奈的智力流的无上限复制流，那个叫复制流的 bug 啊，现在已经改掉了、在 bug 改掉之前，听说已经有人上到两万以上，两万以上到三万，两万楼以上到三万楼。因为现在复制流已经不行了、复制流已经设顶部了啦，设顶部了。当然啦、当然有一天也许还会有出一些比较特殊的角色这样子。那如果你有看过我的影片的话，其实有一些强化的方式、就是要去注意一下，比如说属性的强化啦，种族的强化啦，能源的强化啦，灯号的强化啦。然后鬼神石的强化啦，然后爬楼是爬楼啦，爬楼就是梦幻城跟民宫嘛，那民宫大概是难度啊，难度来讲的话，就是你民宫如果可以到，如果你民宫可以爬到100，民宫你可以爬到100，那梦幻城大家可以爬到50，爬100哦，200啦，讲错了。民宫可以爬到100，梦幻城可以爬到200啦。梦幻城你可以靠自己爬那个每十楼哈，九楼有是小兵嘛，打九楼小兵，然后每十楼就找人帮你打完这样子。那个就是它的难度啊。就那一到九那个其实是没有王的啦，所以等于说你在民宫这边打民宫100楼，它的王的难度。其实是跟你梦幻城打200楼难度是一样的，就是乘以2这样子，但是民权就完全不一样，民权的打法就不见得是民宫的组合，民权这边的话它不是说难，它是血量很多，再来就是它会烟消，它会抖人，然后它会拉人，然后它的 AI 相对高，也就是说其实它就是打外面的话，只是他把王凑在一起，血加多了，血加多了，对，然后他再给予这些网友，比较属于全体的大法，尤其是有几个是可能一发就翻掉的那一种，所以变成说民众这边你除了要会补，要会拉，又要知道先打是谁，然后又要有一点强化的能力，
那我当然在民权那边的影片是有，好，我再打民权拍下来哈，就让你看到说我打那些民权比较难的关卡是用哪些角色，用哪些方法顺序这样子。好，那当然你打民权的经验你就可以套用在其他地方打王的经验，比如打城战的，好，然后打这个道场二的，好，这样子就可以去参考类似的打法。好，因为大王嘛，其实规则大概就是差不多了，就是说你要有足够的盾去拉住足够的怪，好，然后你要有足够的补血，然后你要有一定的强化能力，好，这些角色配置在你的团当中，甚至还有比较特殊的打法，可能就是要两个盾，甚至三个盾、三个王，三个是去补血的，四个补血的，好，以前大王就有开到双补血、双盾、双补血这样子。那现在的话可能有叠流嘛，所以可能他就是说单攻手双神双盾双补血这样子。那唯一的那一只攻击手可能就是武田啦，哦，叠智力流，哦，去这样扛这样子。所以每个打法都有所不同啦，你可以多参考啦。但是你要记得一点，哦，你如果去拿高手的，哦，高手的影片来跟自己比，哦，我们并不是说氪金不好，我们而是说你要去参考对方的组合，不是角色，哦，他是用什么样的角色是有这样的能力，然后自己手上有的去换，哦，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哎，他打看起来很简单，那为什么不行？其实你根本就看不到他背后所隐藏的东西啊，他可能装很好，或者是这些音节身上都是超强回声石的，哦，可能人家都已经试破了，哦，因为你看的影片看不到他破几次。如果他是识破又给他很好的鬼神石的话，那他的攻击力可能就是你自己拿到同一只音节的两倍到三倍，甚至他的武田信玄可能跌了几百的字在那边啊，再加上强化，那当然人家一打就是几十万啊，对，你打是几万，人家打是几十万。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要能够释怀啦，就你可以慢慢爬，不急慢慢爬。我跟你讲，在武田，在织田信长的世界里面，你只要待得够久，你只要待得够久，他这个游戏他就是慢慢让王变弱，让玩家变强，让音节变强这样子。你有没有看到？之前我们就一直在跟他反映，好，我们这些玩家有在跟 GM 聊天，慢慢反映说，你那个加成系统干脆废掉好了，哦，就是说你那个加成系统其实有音节出来之后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了，哦，那除非我们那时候就建议，哦，就建议说，那你除非赋予，哦，加成可以取得书卷，哦，或取得一个机制，哦，让他去学习到奥义，那就等于是什么呢？就等于说我今天音节只能靠鬼神石变强，好，但是音节的数据其实是不变的，好，基本数据其实大家都是一样，但是加成那不一样哦，加成的数据是可以靠训练去变化的，可是加成为什么没有办法去活用或泛用呢？因为加成没有奥义啊，加成可能训练出来的数值会超越音节，可是问题是它没有 ROE， 它只有基本的这些武装的技能，所以变成说我没有办法取得一个可以适用的 ROE 时啊，那十辈子加成只是加成，哎，也很不错啊。台湾这边的反应都有上到日本那边去啊，那日本那边也是看这个状况啊，去把它改成，哎，加成可以训练，然后加成可以习得奥义，而且可能就在下个礼拜时装好。所以大家还在这边抽补签的时候，下个礼拜可能就时装军学了，啊。不军学啊，时装加成。好，哦，到时候还有很多玄妙之处啦，因为我发现很有趣哈，哦，
日本是先时装啦，所以很多玩家哈，高手玩家会去参考日本的做法这样子，然后再引进来台湾这样子。好，然后是不是有 bug 呢？我这次就要跟大家讲了，如果大家发现 bug 就不要太嚣张去让官方知道，说真的，不要去讲，不要在公屏上面讨论聊天啦。为什么呢？这点点来演，大家私密频道，大家互相去了解，这样就好了。不要去公屏上去讲给 GM 听啊。为什么呢？因为官方如果知道一些撇步一些方法，有时候他会把它去改掉。啊，大家知道意思吗？就像复制流，都搞几年了才被发现，对不对？那就是太嚣张了，官方才把它干掉、关掉了。那大家能够用的时间，其实台湾这边才发现的，发现这招可以用的时间才短短几个月而已。这个 bug 可能已经存在一两年了，可是一直没有人发现嘛，对不对？一直到有人发现去用了，才知道说哇，这样好用，就没得用了啦，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跟玩家讲说，不要说太嚣张啦。那我刚刚就是遇到这个玩家，他一直在爬梦幻城啊，那刚回来，那他说他还有在用财杖哈，财杖初期大家也是很够用啦，够用。如果是爬箱子的话，如果你财杖会用也是够用，可是我还是会比较推荐竹子啊，竹子加米角的，或者竹子加财杖的，你把它的那个抖的时间错开，那财杖的功能是用什么？用来做指挥啊，因为锤杖有一个叫做素人啊，素人啊，他可以做补刀的动作啊。然后梦幻者这边的话，我会建议他，基本上你一到十都要收，因为梦幻者这边就是难度拿箱的难度就是1到80之间嘛，最高到80就可以了。那之后再往上打，就是我也要拿那个音节的铃铛了啦，往上爬就是为了拿铃铛。那开完说宝箱就是1到80这样子。那它就是有三种箱子嘛，黄犬、狗狗啊，魔犬、黄犬、纳美啊，然后一个就是芭蕾啊，芭蕾就是中间那几个啦，那八只其中打其中一只就可以了。我通常都打西蕾啦，所以基本上固定要练的。1、2、0，逢零这样子，好，这三关就是你如果组合可以打得很稳的话，就是每周打铃铛，就是打1、2、0、1、2、0、1、2、0、1、2、0，11、12、20这样子，2、1、2、2、30这样子。那最难打的是哪一关呢？就是土雷，土雷是最难打的。然后土雷再来了就是大雷，因为大雷它会有固定一个真空斩，它是固定次数哦，它是固定第几次出手出真空斩，你自己看就知道了，第三次、第四次，那你在大雷那一只，你很简单的就是你要在它出手真空斩之前把它干掉。那如果打不赢，就是你的输出啊。你的输出，你没有把输出集中成单输出，你可能用的都是群体输出。那群体输出可能对打这些小兵有利啊，可是打王不利。打王不利，那就变成说你就是要打王，把全体输出改成单体输出。就像说我可能用雨声，可是问题是你雨声是全体打，对打大雷是没有帮助的。那就用四抗，没有四抗你就用七藤嘛，七藤去砍了，就让他一直砍第一次就对了。你要绑什么种族啊，或者是绑总体的血量啊，都可以，最大血量就让他一直打最大血量。反正一就是要先死啊，一就是要先死。
一一定要先吃这样子啊。然后再来就是其他的，比如说有含狗的、有含大马的角色，啊、那基本上土雷是最难的。啊、對對對，那如果你要看详细的打法，我爬楼有些影片可以去参考。基本上呢，啊，黄犬跟民工这边，他的这些王都是有一些既定要打的先打的角色啦，或者是模式这样。那你就是能够抓住这些，好，抓住这些模式，就是去配置你的音节的技能或者是前后。哦，不是说啊，我全部都大法全打这样子。哦，有可能你用能月按大法全打，可是到最后大雷一招成功打全死，好，这样，好，这样就不值得啊。其实你只是换一个单输出可能就赢了，哦，差就差在这里。好，那像有一些关卡的话，你就说啊狗啊会很痛啊或怎么样，你只要有能力把对方打抖，你只要第一轮可以把血，哦，就是抖第一轮可以把对方的血砍一半以上，那基本上啊，哦，会输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哦，这个我已经在很多爬楼的影片说过了，哦，你要能够判断你的输出是否足够，哦，是否足够，就是看你的主炮跟你的抖，那这三个你的主炮，哦，你的炮手有几个，然后他的输出，哦，有在一次抖之间能够打掉多少对方的血。然后这种判断模式呢，你要能够自己去衡量你的组合，哦，衡量你的组合，也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不是你打不死他，而是他的攻击穿透了你的防御，哦，穿透你的防御把你的攻击手或者是抖手给打死了。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强化的就不是攻击手，而是避免你的这些人被他反击的那一轮打死，哦，就变成说你有可能就不是一个盾，你可能要两个盾，甚至盾的奥义需要全拉，你懂我的意思吗？哦，就是这样子。比如说我要有可能一个道场里还不够，我可能再配一个能够全拉的角色，哦，甚至有些玩家，国外的日本玩家，我看到他们甚至用音节，不是音节啊，加成，用加成的盾，加成的凯段全拉，哦，用就是说我用加成的凯段来全拉，那因为加成我可以把它魅力练得很高嘛，哦，练得很硬嘛，哦，然后我用加成的凯段来做全拉的动作，哦，可能都还比你道场女还强哦。啊，对，因为道场女孩的奥义是攻击啊，它不是全拉，啊。那这种东西是在低阶的时候啊，低阶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去替代啊。甚至你看那个日本在打一些成战的早期的影片啊，他们很多第六咖的角色都是用加成。要问西石头啦，哈，我帮他打到33哦，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哦，所以有很多故事啊，这位也是刚回来的啦，哈，刚回来的，对啊，我看他没有跟上寄生团哦，很辛苦，然后跟这位保全大哥讲啊，上班要小心啊，不要被看到，不要打心脏，好，要注意啊，要注意啊，上班偷打游戏要注意啊。不然就买一台笔电啊，有人来就把它盖掉这样子，它扛起来啊。好，在爬楼嘛。其实如果你的音节技能都设计得很好，甚至你不出手也是可以啊，你只要点一下这样就好。好，懂我的意思吗？就这样点一下，然后我就可以不要动，然后音节自己去打这样子啊，就特定一些爬箱子的时候啊，或者是爬这个。啊，可以合一合啊，可以合一合啊，拿去，啊，去塞武器，喂，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啦。有影片啦，哈，有影片。哦，有影片啦，哈，那个自己看啦，哈，很多东西啊，哈，你目睹自己去翻啦。你提到大部分的做法，哈，或者是怎么做怎么弄，哈。为什么我会去拍这些影片，就是这样子啊。今天啊，防范于未然啊，就是那些什么副本的地图啦，我怕它消失了啦。因为我是希望这个游戏更多人玩啦，我是希望玩家回来。啊，我主要是希望玩家回来啦，因为这个游戏目前大部分是中国玩家。目前现场的中国玩家应该占，我的判断占六成以上，接近七成，好，接近七成。台湾玩家其实是少很多了，那加上中国玩家呢，他会愿意花钱，他们是愿意氪金的，为什么？中国就是要抢嘛，对不对？强国啊，花钱强国，一定要比别人强，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啦，哈，值得肯定的。对啊，而且愿意花钱。所以人家就是要强啊，比你强，比你更优异啊，我是支持的啦，因为好游戏嘛，那玩家愿意花钱，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现象啊。那至于你也有想要享受玩的过程的台湾玩家嘛，你就不想要氪金啊，也可以啦，哦，那你就多看我的影片，多看我的影片啦，不然的话可能会搞不懂在做什么。很多方法啦，也是摸啦，那我也是看不过去啦。我看不过去是什么？是因为在台湾这一块算比较少人玩了，然后攻略会随着这些平台慢慢消失，好，不管是文字记录啦，或者是影片的内容啊，好，就慢慢的消失了。那我说这样不行啊，因为我自己回来的时候发现很多老玩家回来看，好，他有来探讨。其实他探头之后发现，哦，其实很多资讯都流失了，然后你在线上问，哦，有很多人都会讲一半啊，或者是他不能怪玩家，哦，我说我还是要讲一下，不能怪玩家，因为玩家其实知道要做什么的人，他上来都是很忙的，啊，哦，时间有限嘛，那他上来是很忙的，可能要忙着刷箱子刷什么啊，他也没时间跟你聊天啊，也没有时间，更不可能带你做给你看啊，因为信长的制作画面是属于看不到的，看不到对方在做什么这样子。好，这边说我们除非把它拍成影片做留下来，不然你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了，所以我说啊，九九你怎么做好？我告诉你九九你怎么做，从最基本的教你怎么去合成，好，怎么去转移啊，然后怎么把它塞。那你说啊，人家八桃，欸，我讲八桃就不要问我了，哦，我是告诉你怎么做，可是我不见得自己有办法做到八桃。你知道八桃丢多少资源吗？要多丢多少物资吗？你以为八桃的九九力路边捡都有吗？那可能人家是刷了几百箱换出来的道具啊，或者是打几百轮的点数啊。因为很多材料它可能只有活动才有嘛，那活动才有的时候呢，它给你又不一定是桃，它可能给你金啊，或者是银啊，哦，那你要再去合，那就要打很多点数去换材料，再把它合到桃，然后再把它合到其他武器，再转到自己身上。那这中间要用的材料道具，什么双技、三技，啊，哦，一技，啊，哦，欸，这东西要开这个旗杆一。囤的钱，我大概也是耗尽了15年以来的物资在拍片了。
好了，但记得赞助一下啊、哦。这个把物资耗在拍片，然后让你们知道说怎么来的，这样子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是个老手，可能没有这样的物资啊，你们要去一直打，一直刷，一直打，一直刷这样子。对啊，那有人说啊，那个富裕石啊，现在没有要做了啊，对，没有要做了，因为我们包月就有点数可以换哦。那点数可以换到75的，为什么要做呢？那加上，如果你有在打上篮的，可以用护法具去补嘛，去补你的数值嘛。他说，请看，啊，其实。他那些数字有的是因为道具的关系啦，不是真的说塞了很多石头在里面啦，不会啦。好，那就到这里啦，哈，就到这里。啊，这没有什么啦，这真的这没有什么。这样了，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我自己也是慢慢爬，为什么要啊？像刚我本来本尊有跟一个名犬230的，然后因为好，我本来跟一个名犬230的啦，然后因为他之前一直在跟他的团。好寄生，他很厉害哦，他90的。然后呢，我要派谁啊？这个，哎，姐看一下，打的，他被打死了，用这个吧，密教。好，这样打看看。好。然后呢，因为上礼拜在刷箱子嘛，刷桃花嘛，然后我就想说他应该，好，应该就。有打才跟嘛，对不对？他没打就没跟嘛。就他昨天打了，我不知道，他就直接从230上去了，这样上了100楼，然后330。他今天要开330以上了，哇，我都怕，对不对？我就跟他说谢谢了，跟到就跟到，没跟到就没跟到。我们也不能说，哎，你能不能重打100楼？不好意思啦，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啊，像我今天帮一个玩家带哈。不要跟我说，以免你下次看到我说，哎、欸，能不能带我30楼？也不没有这个义务啊，大哥。老玩家是没有义务带新手的，每个付出的钱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个老玩家他是有，好、哦，他是有资格，是自己的能力，哦、去协助其他的人、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那当然你就说啊，我不抢，对，我不抢啊，但是我可以拒绝不帮你也是可以吧，对不对？那像之前我有看到一些纠纷啊，就是有些他是有好、哦、有办法爬楼的，可是他不想带低楼层，那当然可能就被一些玩家干掉啊，还可能就说啊，他很嚣张。哇，不好意思哈，我还是跟大家讲，人家今天有本领爬上去，不管是用氪金或者是什么方式叠上去的，他没有责任哦。哦，对，在玩游戏就是这样子嘛，他是没有那个责任的哈、哦。所以，如果你人家帮到你，你好歹好、哦、好歹
态度好一点嘛，感谢人家，嘴巴好一点。那人家如果没有办法帮你，那你自己掉线了或怎么样，那你就怪自己了啦，怪自己怎么不氪金呢？怪自己怎么不努力呢？怪自己怎么不多看一点影片呢？影片上都有教啊。哪怕就算是我们这种弱很弱的人，我们也会去参考阿翔这么强的人啊。我们也就会偷看人家的影片啊，去看这影片怎么打的啊。他也没有义务教我，他也没有义务要公开啊，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啊，谁说他有义务要公开技能让你看，或者是他怎么样的组合，没有。可是你要懂得去看啊，去记录啊，去比如说跟团啊，寄生团啊，大家好，我也是萌新，好，我也是萌新啊，能不能让我跟一下，对不对？跟一下，其实跟几楼那不是重点，因为那个东西不见得有跟到嘛，但是你可以去学人家的组合啊，你可以看到他开什么角色出来啊，你懂我意思吗？甚至如果他是个 YouTuber， 他可能还有影片可以看到他放的技能啊。好，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玩家他愿意公开了，像我们这种，哇，我要死了，撑住撑住，最后一刀，我这一团没有强化，很吃亏哈，我只有马场的强化而已，我这一团是以输出为主的，因为我用板布钢甲，用板布。对，所以刚现在影片那边有一个说什么欢喜天放结界，有啊，他有一个全体结界的哈，我也是吃过亏哈。如果你的攻击是非进攻的哈，不是贴身打的哈，没有差。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砍刀手在砍的话，那就有差了。他如果放这一招能砍，他会砍死自己哈。所以变成你要安排一到两个角色，他手上必须要有破戒的，好，破戒的能力，还包含你的那个砍刀手前面要装一个，如果万一对方有结界的时候不砍的，可是当然他放了点，好，他放了点还是会引诱你砍到了，所以这个东西是无法避免的了，除非你有些什么绝戒啊，那种东西可以开场先放一下这样子，开场就给他一个绝技，给必须死的那一只先一个绝技这样子，好，所以这个都是一些细节啦，好，就聊一下这样子，今天就刚好聊一下，因为刚好有带到新手，那跟大家讲就是说新手很多东西要学，那我们当初会拍这些东西，也就是因为遇到太多新手回来又走了，老手进来要走了，因为怕没对哈，太多东西要补了哈，他们觉得很烦了哈，很多活动不知道怎么玩，然后像你要用九九力、魔导力、宝玉以前就有，可是东西不大一样哈，然后不与石，傻傻去洗石头哈，那没办法，新会来没办法，你会有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可能是半年，这个半年就是让你在适应这些，像我有认识一个，他到现在也还没有去，还没有去用这个军神的部分呢，可是我会告诉大家，就是说，其实还有宠物嘞，宠物啦，军神这些东西啊，其实我会建议你平常就是能用就用嘛，能做就做，还有包含藤下丁啊这些东西，还有什么春的啊，就是你平常可以去弄，时间不要配太多，但你不能说放着完全就不弄，那可能你会吃亏那会吃亏，因为有些东西它是需要时间性的，它不是单一投入高就可以获取好处的，不是，信仰不是这样子。他会给你限制住你每次可以运作的
顶部，好，你懂我意思吗？可以运动的顶部，它就是让你，因为这个礼拜最多就是搞这样子，啊，搞一次你就弄一次，比如说我刷一次，啊，比如说这个石头就是每个礼拜就只有一颗，那问题是什么？你是每个礼拜至少要刷一次，那如果你说，啊，我等到需要再来刷，我看你等到需要再来刷就不够用，就是没有办法拿到，就没胡啊，哦。所以有些东西是这样子，比如说你可能要写一个 rundown， 就是一个流程啊，哈，哦。比如说，哦，我更新完有活动，先走活动啊，活动你要走多少的版本？哦，就像这次打箱子，有的权力就是打了，哦，就打几百箱、几千箱啊。啊，可是其实我打个十箱、二十箱，我就不打了，哦，因为我觉得比例好像不是很高哦。等人家先打，那，啊，我们可以先去爬楼。我是推个其他游戏，取消其他关卡进度。那像每有一些老手啊，他有一些习惯的啊，就是说，哦，可能说，比如说，哎，回来啊，哦，就是先开个魔龙，哦，金巴魔龙，哦，打一场金巴魔龙，啊，哦，再来就去城战，哦，刷刷黑马，刷刷什么光秀，刷刷什么的。那你没有办法刷那么高的没关系嘛，就每个礼拜嘛，就是每个礼拜有一次的机会，啊，然后打打城战啊，打打这个梦幻城啊，拿拿箱子啊，然后再去打个上篮啊，啊，或者打个这个道场二啊。那剩余你还有时间呢，啊，比如说我已经累积到一定的角色了，不打箱子了，我可能就是去打一下进度。打一下九州啊，打一下这个中尊师啊，因为有些材料其实你要平常就去打，哦，打个陆奥啊，哦，这些东西啊，就打打这些东西，然后累积一下你的物资，然后就啊，比如说做做军神啊，哦，做做九九力啊，做做魔导力啊，做做宝玉啊，养养狗啊，哦，宠物要每天养，哦，不然它会变成劣根性很重啊，不出来帮你。养养狗啊，盖盖房子啊，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黑市嘛，市场嘛，哦，每个礼拜一定要进市场嘛，然后换换道具嘛，有些点数道具是每个礼拜都可以固定换的，哦，换一换，哦，就这样一个流程，你固定，哦，像我的话，我一定是开上来就是先去黑市看一下，收个钱，丢个材料，哦，然后出来就是。灵力可以用的用一用，拿宝箱打一打，然后看有什么活动再去跟，就这样一个固定的流程。好，那如果说你像我最近就是把这只角色的一些装备材料再换一下这样子，因为你不可能一次把所有你玩的角色所有的东西都一次弄到底啊。好，你可能比如说我，哦，这只角色军血不好，那我这个礼拜就搞他的军血，啊，不是军血啦，军神啦，啊，军神。好，军神弄一弄，弄完，哎，他有些材料，我就弄个护符，护符弄一弄这样子，弄多少算多少嘛，哦，然后哎，有没有戒指？哦，戒指可以强化的，把它弄一弄。那点数不够呢，哎，就去打个道场，哦，道场打个点数，因为现在也有道场在刷点数的哈，哦，而且道场东西也很不错啊，而且道场还有一些道具是属于加成专用的哈，哦，现在没有用，没有用过。等新加成出来，我们再考虑要不要给他用。啊，然后有些装备固定会坏嘛。那你像我现在是穿霸王装，可是其实霸王装它有它的优缺点啊，哦。可是新手回来，有的会穿勇气装，会穿霸王装啊，哦。那霸王装的优点就是说，你穿完之后呢，你可以丢给你的加成啊，因为它是全体特装嘛。他全体特装，所以你就丢给人家了。哎，欸，我这里边应该不要修装吧？我把它修好了。我想说买付钱一支8000块。啊，就是说你每个时段可以做的事情，可以去配比一下这样子的。好，配比的，你看它明权，好明权这样一路上去。最难的就是我讲的嘛，八关跟十关嘛，哈，八关跟十关。其他的话，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啦，哈，用硬扛的可以扛过去啊。
当然要打谁，好、哦、要先打谁，还是有一个顺序啦。可是就是看我一到十啊、哦，就是民权一到十要注意打谁。最难的是第八关啦、啊，哦，然后再来就第十关这样。好、哦，最难的是第八关，然后再来第十关。然后其他的话你大概注意一下都可以打得过啊，只要你的这个音节啊等等水准有到一定程度，是可以用扛的扛过去的。正攻法，所以要带不带血啊、哦？那我这个板布钢浆血灾是板布钢浆血灾，它主要是可以叠降对方的物耐、速耐跟结界。哦，所以刚刚有一个在那边叫说啊，那个为什么第八只啊大象它出了一个象头，它出了一个全体结界、啊，那你就是没有装板布钢浆血灾啊，因为它可以放。预防结界的树啊，好，欢迎第一站分享啊，开启小窗看看这些影片。哎，我还没唱破啊，破找不到。好，那喜欢我们影片就可以赞助我们啊，我有台湾的银行账号啊，可以汇个打赏的钱啊哈，让我可以刻个金啊哈。刻个铃铛抽给大家看啊！对啊，好，大家参考一下啊。这些刚好遇到有玩家，所以也有人会说啊，你为什么要打？我什么时候要打民权？民权就是大王啊，跟其他不一样，组合也会有点变化。那参考我们的影片啊，就可以看一下差异在哪里。那当然你也是从低阶打吧，因为像我一般来讲我主线都自己打啊，我主线不会去寄生，因为寄生主线最多两个人啊，就是音节这条线主线最多两个人，所以除非你遇到一个很强的高手愿意带就只带你啊，这样子啊，这样搭上去啊，那比较少看到有人音节共斗啊，大部分都是另外那边啊，另外那一线共斗共斗那边去带啊，因为共斗可以带六个人嘛，除了带头的人之外，他可以带六个人，所以他可以带更多的人往上爬。好、哦，要感谢这些人啊，感谢这些人，感谢这些愿意出来带的。啊、哦，而且我告诉你，为什么现在带梦幻团开团的少了？那为什么吗？因为很多高手都到几万楼，那些到几万楼的，你要叫他再回来开从一楼爬的，基本上也很难，因为他铃铛都拿完了。他也不会再去，好、哦，他也不会再带你往上爬了。好、哦，就是一个时机，一个时机啦，你要等就等着，啊，不等就说啊。好、哦，那接下来九月份他会一个自己训练加成的哈、哦、的活动哈、哦，就该大概满了、哦。那接下来大家又在忙了哈。哦活动也不参加，大家忙着做出很多各式各样的加成，所以你就看到这些加成啊、哦，这些加成不一样的地方啊、哦，比如说新的加成，说像我也是加成都开满了、啊，然后可能到时候就要有一些要砍掉了哈、哦。那如果说你初期爬楼有需要用到的加成啊、哦，自己看一下啊、哦，然后不行的话，可能就是慢慢又要换了啊、哦，改朝换代了啊、哦，然后换东西。那如果你要这个高阶的沉下钉，我是220几、230几的嘛。然后如果你需要的，你就来加我，来加我的层，啊，我的楼，加我的楼，那我就把大家加进来就可以用。因为如果平时你不盖沉下钉的，现在要用沉下钉的，当然没得用。可是我要告诉大家讲啊，新的。训练加成的那个模组啊，那个 module 好像跟你的沉下钉的设施的景观，为什么？因为他可能要考量新手老手的差异，也就是说，训练加成的两个模式，其中一个模式就是旧的模式，新的模式这一个的话，它
他训练出来角色的条件哈、啊、数值跟你的设施的等级好像没有关系，好、啊、跟你陈家丁的几弹几200多万弹那个都没有关系。那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参与训练的等级有关系，好、啊、不管是等级或者是我是听说他的突破能力有关系啊，就是一破跟四破的音节训练出来的加成数值会有影响啊。那当然他可以指定训练的老师，然后再加上他会有随机出现的老师等等等等这样子。那目前模式我们可能到时候要再看参考日本那边的啊，他会有什么规则什么模式还没有抓到啊，那大家到时候再看看。那这段时间还没有模式出现之前，就是我来拍影片测试的时候，好，我们自己来测试怎么去做出你要的，然后跟哪些数据有关系。好，那大概日本那边一定会有数据出来，如果日本那边有数据出来会贴出来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参考。好，那我们这边测试的话基本上就是啊、看找出一定的是否有规则，然后我们可以利用它这个规则或者这个通这个循环的模式啊，去看出能不能得到我们所要的所需要的东西这样子。好，就像说我们打鸣犬，对不对？我们也是有一定的模式在打，好，找出它的模式，找出它的问题，在你有足够的能力之下去破关这样子。那如果你连能力都不够，就不要去想了。根本很难打，不要去想啊、嗯，很难打。比方说，你如果有武田信玄，那我跟你讲、比较好打，啊、哦，不是比较难打。但是如果你没有武田信玄，啊、哦，那我跟你讲很难打，非常难打。好、哦，除非你要氪金了，不然你很多网你是很难突破的哈、哦。啊，不过也还好啦，哈、哦，就不多啦，就只有特定几个新的关卡。好、哦，比如说。整个道场二可能就是可能树展明尊啊，或者是三桂啊，或者是吉啊，好，那正常的关卡你还是可以打得过了哈。好，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哈，欢迎订阅再分享，我是老郭，欢迎来到《写实之王》，下期再见。